老规矩已经不合时宜，我们需要新的规矩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就多加一个游戏。这里有13把左轮手枪，都是我的钟爱。遇到哑弹的时候，可以自动的补射，手感也不错。郭三，在。 给他们发枪，大家，给我听好了啊！每个人发一把枪，这枪里只有一颗子弹。在后面的这个人拿枪顶住前面这个人的脑袋，大家一起开枪。每轮被打死这个人将会被抬出去。 后边的人自然接上。小子真他妈够狠的，他们自己不开枪，让我们自相残杀，什么他妈玩意儿？ 希望这个凶手能够主动的站出来，否则这个游戏会一直玩下去。小川，你前面那个不是5237，我管他是谁呢？这个死闷声把我给撞过来了。 下轮场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确没在队伍当中啊。老魏，都他妈到这份上了，咱们跟他拼了吧！别装了，都要出这龙潭虎穴，可他却偏要闯进来，什么来路呢？ 把枪举起来。 你不会开枪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。这样拿着枪，手指头扣动扳机，就这么简单，很好玩的。太君。 我真不会，那太可惜了。你不会开枪，那你只能退出这个游戏了。 我是打死你！
都到这节骨眼上了，这小子还这么沉稳，真是个高人呐。老魏，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啊。大柱别冲动。大佐，您这招真管用啊，把那个人给揪出来。您看这游戏还继续吗？把枪都收了。哎，是得把他抬走。哎，都散了吧，继续干活。心里就来气儿，要不是因为他，小爷我早逃出这阎王殿了。哥，我是你的人，那整个劳工营都知道你罩着我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墨迹了？有屁快放！那他都欺负我头上了，你就不替我出头吗？反正自从我来到劳工营，我就一直拿你当我亲哥。我再跟你说一回啊，你别叫我哥，我跟你爹是一辈的。行行行行，一辈就一辈。那你说这事管不管？必须得管。走。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见小爷我？起开。你们这是要干啥呀？少跟小爷我装蒜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逃出这鬼地方了。瞅啥？你瞅啥？给一句话。给什么话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不明白啊？我给你松松皮，你就明白了。哎，冷静。这要是把小鬼子招来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放心，我下手利落。小鬼子听不见，你怕事儿大，你要怕事儿大就不闯这道工营。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揍他！打他！你要不整死我，我就整死你！我再说一遍，要是把小鬼子招来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什么事？壮哥。对，挺住哈，多挺会儿，我找人去。少爷，他就是他，我正准备叫你呢，快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走，打他。两个活腻了是不是？老魏，闭嘴！不帮忙就且开！别犯浑！我出去！你们俩一伙的，就这么掐人家脖子，等着！走！安娜小姐，本来想请你看场好戏，
可惜没看成，找机会给你补上。我不溜达克的，俺的日子娘哪？你还是人吗？那是条人命。看来刚才的游戏太简单了。如果游戏当中有一名女性的话，我想会更刺激。你娘娘不敢黑的了，就用不着拐着弯下。我连把游戏是灭了机，我安娜，你连把一头那可怜巴斯基糊涂，当着虎头要塞了。安娜小姐，我很钦佩你的勇气，但你也要珍惜你自己的生命，因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，它只有一次。巴德列茨，你真虚伪！我是你的，我让你个日子。如果你们懂得尊重生命，就不会做这些丧尽天良的事。巴里什尼亚安娜。Слушай мой совет. Скажи, где фотоблюнги? Пока богов не гнетеля, последние дельбения. Заткнись. 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